今天的打扮是要去钓鱼，去 casting， 结果取消了，去钓布鼬。好，这集我们就拍一集钓布鼬的。喜欢我的视频的，请按一按小铃铛，订阅我的频道哦，谢谢。由于大雨即将来临，我和嘎信提早上岸避雨，才促成了这次的过山记，又名一竿布鼬的钓游。相信大多数的钓友们，你们的童年回忆应该都有钓过这种鱼类，它的踪影常出现在路边的沟渠或小河流。Okay. 这里是 spot 啦，到 spot 了，这钓竿，老板在绑。给我们的饵啊，蚯蚓，好料，哎呦，好料，那个表演那个，记得要洗手了才小便哦。哇，这桶水是洗手了噻。嗯啊，不然等下白白落开。变大蚯蚓。表演钓一条给我看一下。跳舞的鱼啊，会跳舞的鱼，会跳舞的鱼。哇！只要简单的竹竿、蚯蚓做钓，就可以钓上大量的过山鲫鱼。过山鲫属于小体型鱼种，杂食性鱼类。当钓获它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注意它的两侧鱼鳃和背鳍，因为有着非常锋利的利齿。哇！趁着空档时间，我玩起路亚抛投。啊，妥了。接着 Freshhead X。 到这条小河藏着大量的生鱼，
OK， 终于了，鸡肋。看到嘉信跟永正给小鱼逗得那么开心，我也来凑一脚。呀！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咦？大只的，大只的。我说，我渐变，渐变，渐变。哈哈哈哈哈。哇，中大物了！感谢这场大雨，让我们找回小时候的回忆。哇 ！OK， 放生，放生。Bye.